有够新手，看看等级三反车蓝宝可以哦，很新很新，非常非常新。544卢锡，我看到车库，果然只有一台反车啊！啊、这才是真新手啊！我不是真新手，不是真新手小智，我是真新手那个小徐啊！真新手小徐啊，出动啊，不爱挂，四象的离开，很呛吧？他开大改油侠啦，没有骗到他啦，哥哥啊，等等啊，你跑太快了啦！哦，再会了，弟弟。哎呦，还在后面而已哦。再会了，弟弟。弟弟扛不住压力啊，弟弟。看我们选赛道成功了。赶快跑哦！好，我们成功拿下一胜，再会了，弟弟。先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最后再打。没，哇操嘞！这一张，哇，这张不知道可不可以啊？先看一下机器人在哪里，来了。哦，他紧张了，可是我也没戏了。哦，他被我撞进去了。不能让，不能让，我们不让，不让，稳稳跑。谢谢。我刚玩而已啊，十多年而已。他打开大改游侠叉，再会了，弟弟，让我跑。啊，我刚刚没有设定按键那个，好累个画面，打开调降。快让我跑、哦！不给他机会哦！我刚有让他松懈了一下，他以为我真新手啊，谁知道我是真新手小徐。这个账号三等真的很好骗人，笑死！嘿嘿嘿嘿嘿。
收到。你看我没有调到设定，怎么还是顿顿的？哇！我感觉太蒙也蛮会的哦。这个激情的碰撞一下，带着我们的气球扬长而去，过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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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更卡了一下，哦，画面好钝，画面好钝，看，顿了一下。让你浪费一颗氮气了吧？好跑了，好。喂。反正开这个氮气的画面就是帅啊！对不起，哥哥，对不起，哥哥，我错了，不要，不要，哥哥！乖一点，他没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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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看到他没气了。哎。还有一次，还有一次，是再会了，弟弟，可以的，你很棒，耶、yeah, ，谢谢，我就看他怎么玩这一关。这一关他应该会翻车吧？哎呦，他玩的不错哦！他不是要让我五秒？靠腰还失误！哎，我前面有多补。哎呦！先控好，先控好。我猜他没气了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没气了。哎呦，他的残影很多哎、欸。被他残影打死，烦死了，没事。哎，这个什么图啊？应该跟身高一差不多吧。拜拜。说好的浪秒呢？你欺骗我。还被他说手，我跑完手都快没力了。但他现在，我现在看到他开大改，
一出发就不见人影了。啊，失误了。还冲他小。不等了，不等了，赶快跑完。哎，我觉得画面好钝，你有没有感觉到啊？这画面超，就是一直顿顿的，哎，见鬼了！我不知道怎么这个账号玩起来好顿哦，我再调一下设定好了。这一张怎么赢啦？里约，完了。哇，他没有下来，惨！因为我刚刚的路线如果硬走左边，容易死掉。靠腰赢还是输啊？啊，赢了，还好。